對你嚟講，香港其實係咩啊？香港。佢經歷嘅苦難就係同我哋經歷嘅，一代一代咁樣重演咯，我覺得。Shot one, take one。毛主席万岁！万岁！我班 YP 仔，佢哋有個願望，當時希望中國政府承認佢哋係愛國嘅。你们为什么要开枪？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哋香港嘅人有冇任何时间能够主宰过我哋自己命运呢？自己会坍塌，会趋近灭亡，但始终会重生。